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三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十四，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。尔时善财童子往大愿精进力救护一切众生业绳索，见彼夜神在大众中坐普现一切宫殿摩尼王藏狮子之座，普现法界国土摩尼宝瓦弥覆其上，现日月星宿影像身，现随众生心普令得见身，现等一切众生形象身，现无边广大色相海身，现普现一切威仪身，现普于十方示显身，现普调一切众生身，现广运速疾神通身，现利益众生不觉身，现常由虚空利益身，现一切佛所顶礼身，现修习一切善根身，现受持佛法不忘身，现成满菩萨大愿身，现光明充满十方身，现法灯普灭世暗身，现了法如幻净智身，现远离尘暗法性身，现普知照法明了身，先究竟无患无热身，先不可举坏坚固身，先无所住佛力身，先无分别离染身，先本清净法性身。十善财童子见如是等佛刹为成数差别身，一心顶礼举体投地，良久乃起，合掌瞻仰，于善之事生十种心，何等为十？所谓于善之事生同己心，令我精勤办一切自助道法故，于善知识生清净自业果心，清净供养生善根故，于善知识生庄严菩萨行心，令我素能庄严一切菩萨行故，于善知识生成就一切佛法心，又会于我令修道故，于善知识生能生心，能生于我无上法故，于善知识生出离心，令我修行普贤菩萨所有行愿而出离故，于善知识生具一切福智海心，令我积极诸白法故，于善知识生增长心，令我增长一切智故，于善知识生具一切善根心，
令我志愿得圆满故。于善之事生能承办大利益心，令我自在安住一切菩萨法故，成一切智道故，得一切佛法故，是为十。八世心已，得彼业神，与诸菩萨佛刹为成数同行。所谓同念，心常意念十方三世一切佛故，同会分别觉了一切法海差别门故，同去能转一切诸佛如来妙法轮故，同觉以等空智普入一切三世间故，同根成就菩萨清净光明智慧根故，同心善能修习无碍功德庄严一切菩萨道故，同净普照诸佛所行净故，同正得一切智照十相海净光明故，同意能以智慧了一切法真实性故，同勇猛能坏一切障碍山故，同色身随众生心示显身故，同力求一切智不退转故，同无畏其心清净如虚空故，同精进于无量劫行菩萨行无懈倦故，同辩才得法无碍智光明故，同无等生相清净超世间故，同爱语令一切众生皆欢喜故，同妙音普演一切法门海故，同满音一切众生随类解故，同净德修习如来净功德故，同智地一切佛所受法轮故，同梵行安住一切佛境界故，同大慈念念普覆一切国土众生海故，同大悲普欲法语润泽一切诸众生故，同生业以方便行教化一切诸众生故，同语业以随类音演说一切诸法门故，同意业普摄众生至一切至境界中故，同庄严严禁一切诸佛刹故，同清净有佛出世皆清净故，同劝请请一切佛转法轮故，同供养常要供养一切佛故，同教化调伏一切诸众生故，同光明照了一切诸法门故，同三昧普知一切众生心故，同充遍依自在力充满一切诸佛刹海修诸行故，同住处住诸菩萨大神通故，同眷属一切菩萨
共止住故。同入处，普入世界，维系处故。同心律，普知一切诸佛刹故。同往意，普入一切佛刹海故。同方便，悉现一切诸佛刹故。同超胜，于诸佛刹皆无彼故。同不退，普入十方无障碍故。同破案，得一切佛成菩提智达光明故。同无生忍，入一切佛众会海故。同偏一切诸佛刹往，恭敬供养不可说刹诸如来故。同智证，了知彼彼法门海故。同修行，顺行一切诸法门故。同希求，于清净法生要欲故。同清净，即佛功德而以庄严身口意故。同妙意，于一切法智明了故。同精进，普及一切诸善根故。同净行，成满一切菩萨行故。同无碍，了一切法皆无相故。同善巧，于诸法中智自在故。同随要，随众生心现境界故。同方便，善习一切所应习故。同护念，得一切佛所护念故。同入地，得入一切菩萨地故。同所住，安住一切菩萨位故。同寂别，一切诸佛受其寂故。同三昧，一刹那中普入一切三昧门故。同见力，示现种种诸佛事故。同正念，正念一切境界门故。同修行，敬未来劫修行一切菩萨行故。同净性，于诸如来无量智慧及心要故。同舍离，灭除一切诸障碍故。同不退智，与诸如来智慧等故。同受生，因现成熟诸众生故。同所住，住一切智方便门故。同境界，于八界境得自在故。同无依，永断一切所依心故。同说法，已入诸法平等智故。同勤修，常蒙诸佛所护念故。同神通，开悟众生令修一切菩萨行故。同神力，能入十方世界海故。同陀罗尼，普照一切总持海故。同秘密法，了知一切修多罗中妙法门故。同甚深法，解一切法如虚空故。
同光明，普照一切诸世界故。同心要，随众生心而未开示，令欢喜故。同震动，为诸众生现神通力，普动十方一切刹故。同不虚，见闻意念皆悉令其心调伏故。同出离，满足一切诸大愿海，成就如来实力智故。十善财童子，观察大愿精进力，救护一切众生业神。七十种清净心，或如是等佛刹为成数同菩萨行，即获此矣。心转清净，偏袒右肩，顶礼其足，一心合掌，以及赞曰：我发坚固意，至求无上觉，精于善之事，而起自己心，以见善之事，即无尽白法，灭除众罪垢，成就菩提果。我见善之事，功德庄严心，敬未来刹劫，勤修所行道。我念善之事，摄受饶益我，为我悉示现正教真实法，关闭诸恶趣，显示人天路，亦是诸如来成一切智道。我念善之事，是佛功德藏，念念能出生，虚空功德海，与我波罗蜜，增我难思福，长我净功德，令我万佛增。我念善之事，能满佛智道，施愿常依止，圆满白净法。我以此等故，功德悉具足，普为诸众生说一切智道，圣者为我师，与我无上法，无量无数劫，不能报其恩。尔时善财说此记忆，佛言：大圣，愿为我说此解脱门名为何等？发心以来为几时也？久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夜神告言：善男子，此解脱门名教化众生，令生善根，我已成就此解脱故，悟一切法，自性平等，入于诸法真实之性，正无一法，舍离世间，悉知诸法色相差别，亦能了达青黄赤白，性皆不实，无有差别，而恒示现无量色身。所谓种种色身，非一色身，无边色身，清净色身，一切庄严色身，普见色身等一切众生色身，
普现一切众生前色身，光明普照色身，见无厌足色身，向好清净色身，离众恶光明色身，世间大勇猛色身，甚难得色身，一切世间无能应彼色身，一切世间共称叹无尽色身，念念常观察色身，世间种种云色身，种种形显色色身，见无量自在力色身，妙光明色身，一切净妙庄严色身，随顺成熟一切众生色身，随其心要现前调伏色身，无障碍普光明色身，清净无浊秽色身，具足庄严不可坏色身，不思议法方便光明色身，无能应夺一切色身，无诸暗破一切暗色身，即一切白净法色身，大势力功德海色身，从过去恭敬因所生色身，如虚空清净心所生色身，最深广大色身，无断无尽色身，光明海色身，于一切世间无所依平等色身，遍十方无所爱色身，念念现种种色相海色身，增长一切众生欢喜心色身，摄取一切众生海色身，一一毛孔中说一切佛功德海色身，经一切众生欲解海色身，觉了一切法义色身，无障碍普照耀色身，等虚空净光明色身，放广大净光明色身，照现无垢法色身，无比色身，差别庄严色身，普照十方色身，随时示现应众生色身，极净色身，灭一切烦恼色身，一切众生福田色身，一切众生见不虚色身，大智慧勇猛力色身，无障碍普周遍色身，妙声云普现世间皆蒙益色身，具足大慈海色身，大福德宝山王色身，方光明普照世间一切趣色身，大智慧清净色身，生众生正念心色身，一切宝光明色身，普光藏色身，现世间种种清净相色身，求一切智处色身，现微笑令众生生净醒色身，一切宝庄严光明色身，不取不舍一切众生色身，无决定无究竟色身，现自在加持力色身，现一切神通变化色身，生如来加色身，远离众恶骗法界海色身，普现一切如来道场众会色身，具种种众色海色身，从善行所留色身，随所应化示现色身，一切世间见无厌足色身，种种净光明色身，见一切三世海色身，方一切光明海色身，现无量差别光明海色身，超诸世间一切相光明色身，现不可说日轮云色身，千广大月轮云色身，
放无量须弥山妙花云色身，出种种蛮云色身，现一切宝莲花云色身，心一切烧香云片法界色身，散一切墨香藏云色身，现一切如来大愿声色身，现一切语言音声言法海色身，现普贤菩萨相色身，念念中现如是等色相声充满十方，令诸众生或见或念或闻说法，或因清净，或得开悟，或见神通，或睹变化，悉随心要应时调伏，舍不善业，助于善行。善男子，当知此由大愿力故，一切智力故，菩萨解脱力故，大悲力故，大慈力故，作如是事。善男子，我入此解脱，了知法性无有差别，而能示现无量色身，一一身现无量色相海，一一相放无量光明云，一一光现无量佛国土，一一土现无量佛心事，一一佛现无量神通力，开发众生速使善根，为众者令众，以众者令增长，以增长者令成熟，念念中令无量众生于阿耨多罗瞻仰三菩提，得不退转。善男子，如汝所问，从几时来发菩提心，修菩萨行，如是之意，成佛神力，当为汝说。善男子，菩萨至轮，远离一切分别境界，不可依生死中长短、染净、广狭、多少、如是诸劫分别显示。何以故？菩萨至轮，本性清净，离一切分别网，超一切障碍山，随所应化而普照故。善男子，譬如日轮无有昼夜，但初时明昼，末时明夜，菩萨至轮亦复如是，无有分别，亦无三世，但随心现，教化众生，言其止住前劫后劫。善男子，譬如日轮住言浮空，其影悉现一切宝物，即以河海诸净水中，一切众生莫不目见，而彼近日不来至此，菩萨至轮亦复如是，出诸有海，诸佛十法，即今空中无有所依，未欲化度诸众生故，而于诸趣随类受生，时物生死，无所染着，无长短劫，诸相分别。何以故？菩萨究竟离心想，见一切颠倒，得真实见，见法实性，知一切世间如梦如幻，无有众生，但以大悲大愿力故，先众生前教化调伏。佛子，譬如船师常以大船于河流中，不依此岸，不着彼岸，不住中流，
而度众生，无有修习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以波罗蜜船于生死流中，不依此岸，不着彼岸，不住中流，而度众生，无有修习。虽无量劫修菩萨行，未曾分别劫数长短。佛子，如太虚空一切世界，于中成幻而无分别，本性清净，无染无乱，无爱无业，非长非短，尽未来劫，持一切刹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以等虚空界广大身心，起大愿风轮，摄诸众生，令离恶道，生诸善趣，悉令安住一切智地，灭诸烦恼生死苦福，而无忧喜疲厌之心。善男子，如幻化人，肢体虽具，而无入席，即已出席。寒、热、饥、渴、忧、喜、生、死，十种之事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以如幻智平等法身，现众色相，于诸有趣，诸无量劫，教化众生，于生死中一切境界，无心无厌，无爱无恚，无苦无乐，无取无舍，无安无怖。佛子，菩萨智慧虽复如是甚深难测，我当成佛威神之力，为汝解说，令未来世诸菩萨等满足大愿，成就诸利。佛子，乃往古世，过世界海，为成数劫，有劫名善光，世界名宝光，于其劫中有一万佛出兴于世，其最初佛号法轮音虚空灯王如来，应正等觉，十号圆满。彼阎浮提有一王都，名宝庄严，其东不远有一大林，名曰妙光，中有道场，名为宝花。彼道场中有普光明摩尼莲花藏狮子之座，时彼如来于此座上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满一百年坐于道场，为诸菩萨诸天世人及阎浮提素植善根，以成熟者演说正法。是时国王名曰圣光，时世人民寿一万岁，其中多有沙道淫逸妄言绮语两舌恶口贪嗔邪见，不孝父母，不敬沙门婆罗门等。时王未欲调伏彼故，造立灵鱼，枷锁禁闭，无量众生于中受苦。王有太子名为善福，端正殊特，人所喜见，居28大人之下，在宫殿中遥闻欲求，楚读音声，清怀伤悯，从宫殿出，入牢狱中，见诸罪人丑亵
家属、弟兄联系，至幽暗处，或以火炙，或以烟熏，或被绑吃，或遭病割，裸行乱法，饥渴雷兽，筋断骨陷，嚎叫苦惧，胎姿见矣，心生悲悯，以无畏声安慰之言，如摸忧恼，如悟愁怖，我当令汝悉得解脱，便以王所而博王言，狱中罪人苦毒难处，愿垂宽宥，施以无畏。十王吉吉五百大臣而问之言，世事云何？诸臣答言，逼罪人者私窃官物，谋夺王位，盗入宫闱，罪因行路，有哀救者罪已致死。十逼太子悲心转切，欲大臣言，如汝所说，但方此人随其所应，可以治我，我未比孤，一切苦事其皆能受，本身莫敏，无所顾惜，要令罪人皆得免苦，何以故？我若不究此众生者，云何能究三界牢狱诸苦众生？一切众生在三界中，贪爱所伏，愚痴所蔽，贫无功德，堕诸恶趣，生行鄙陋，诸根谤义，其心迷惑，不求出道，失智慧光，要着三有，断诸福德，灭诸智慧，种种烦恼浊乱其心，住苦牢狱，入魔眷网，生老病死，忧悲恼害，如是诸苦常所逼迫，我当云何令彼解脱？应舍生命而拔济之。十诸大臣共议王所，悉举其手，高声唱言，大王当知，如太子意毁坏王法，祸及万人，若王爱念不责治者，王之宝座亦不久立。王闻此言，赫然大怒，令诸太子及诸罪人，王后闻之，愁忧嚎哭，委行降服，与千才女持意王所，举身投地，顶礼王族，具作誓言，唯愿大王赦太子命。王即回顾，欲太子言，莫究罪人，若究罪人，必当杀汝。尔时太子未欲专求一切智故，未欲利益诸众生故，未以大悲普救舍故，其心坚固，无有退却。复驳王言，愿恕彼罪，身当受戮。王言随意。尔时王后驳言，大王愿听太子半月行诗，自以修福，然后治罪。王即听许。时都城北有一大园，名曰日光，是席诗场，太子王比奢大诗会，饮食衣服花满，璎珞涂香墨香床幡宝盖
诸庄严具，随有所求，弥不周己。今半月矣，于最后日，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、诚意人民及诸外道悉来集会。十法轮因虚空灯王如来知诸众生调伏实质，与大众聚，天王围绕，龙王供养，夜叉王守护，乾闼婆王赞叹，阿修罗王屈躬顶礼，迦楼罗王依清净心散诸宝花，紧那罗王欢喜劝请，摩侯罗伽王一心瞻仰，来入彼会。尔时太子及诸大众遥见佛来，端严殊特，诸根极定，如条顺下，心无垢浊，如清净池，现大神通，事大自在，显大威德，种种相好，庄严其身，邦达光明，普照世界，一切毛孔出香焰云，震动十方无量佛刹，随所至处普遇一切诸庄严具，以佛威仪，以佛功德，众生见者心境欢喜，烦恼消灭。尔时太子及诸大众五体投地，顶礼其足，安师床座，合掌薄言：善来世尊，善来善事，唯愿哀你摄受于我处于此座，以佛神力尽居诸天，即便此座为香摩尼莲花之座，佛座其上，诸菩萨中亦皆就坐，周匝围绕。十彼会中一切众生应见如来，苦灭障除，堪受圣法。尔时如来知其可化，依圆满音说修多罗，名普照音轮，令诸众生随类各解。十彼会中有八十那由他众生，远程离垢，得净法眼，无量那由他众生得无学地，十千众生住大圣道，入普贤行，成满大愿。当尔之时，十方各百佛刹围成数众生，于大圣中心得调伏，无量世界一切众生免离恶趣，生于天上，善福太子即于此时得菩萨教化众生，令生善根解脱门。善男子，尔时太子起一人呼：我生是也，我应往昔起大悲心，舍生命财救苦众生，开门大师供养于佛，得此解脱。佛子，当知我于尔时但为利益一切众生，不着三界，不求果报，不贪名称，不欲自在轻毁于他，于诸境界无所贪染，无所怖畏，但庄严大圣出样之道，常要观察一切智门，修行苦行，得此解脱。佛子，于汝意云何？彼时五百大臣欲害我者，
起一人乎？今提婆达多的五百图达是也。师诸人等蒙佛教化，皆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于未来世，我须弥山围城数劫，尔时有劫名善光，世界名宝光，于中成佛，其五百佛次第兴世，最初如来名曰大悲，第二名饶益世间，第三名大悲狮子，第四名救护众生，乃至最后名曰一王。虽彼诸佛大悲平等，然其国土、种族、父母、寿生、诞生、出家、学道、往诣道场、转正法轮、说修多罗、语言、音声、光明、众会、寿命、法住及其名号，各个差别。佛子，彼诸罪人，我所救者，即拘留孙等贤劫千佛，即百万阿僧祇诸大菩萨，于无量精进力名称功德会如来所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今于十方国土行菩萨道，修习增长，此菩萨教化众生，令生善根解脱者是。十圣光王，今萨遮尼前子大论师事。十王公人及诸眷属及比尼前六万弟子，与师俱来，建大论床，供佛论义，悉降服之，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者是。此诸人等皆当作佛，国土庄严，劫数名号，个个有益。佛子，我于尔时救罪人矣，父母听我舍离国土、妻子、财宝，于法轮因虚空登王佛所，出家学道，五百岁中静修梵行，即得成就百万陀罗尼、百万神通、百万法藏、百万求一切智勇猛精进，净持百万堪忍门，增长百万思维心，成就百万菩萨力，入百万菩萨智门，得百万般若波罗蜜门，见十方百万诸佛，生百万菩萨大愿，念念中十方各照百万佛刹，念念中意念十方世界前后季节百万诸佛，念念中知十方世界百万诸佛变化海，念念中见十方百万世界所有众生种种诸趣，随业所受生时，此时善趣、恶趣、好色、恶色，其诸众生种种心行，种种欲养，种种根性，种种业习，种种成就，皆悉明了。佛子，我于尔时命中之后，还复于彼王家受生，作转轮王，彼法轮因虚空登王如来灭后，
赐及于此，直把空王如来成事供养，此为地势。即此道场，直天王藏如来清净供养，赐为夜摩天王，及于此世界，直大地威力山如来清净供养，赐为兜率天王，及于此世界，直法轮光音声王如来清净供养，赐为化乐天王，及于此世界，直虚空智王如来清净供养，赐为他花自在天王，及于此世界，直无能坏床如来清净供养，赐为阿修罗王，及于此世界，直一切法雷音王如来清净供养，赐为梵王，及于此世界，直普现化严法音如来清净供养。佛子，此宝光世界善光劫中，有一万佛出心于世，我皆清净成事供养，赐复有劫名曰日光，有六十亿佛出心于世，最初如来名妙想山，我实为王，名曰大慧，于彼佛所成事供养，赐有佛出名圆满坚，我为居士清净供养，赐有佛出名离垢童子，我为大臣清净供养，赐有佛出名勇猛池，我为阿修罗王清净供养，赐有佛出名须弥相，我为树神清净供养，赐有佛出名离垢毕，我为商主清净供养，赐有佛出名狮子游步，我为成神清净供养，赐有佛出名为宝寂，我为毗沙门天王清净供养，赐有佛出名最上法称，我为前踏婆王清净供养，赐有佛出名光明冠，我为鸠盘图王清净供养，于彼劫中如是次第，有六十亿如来出心于世，我常于此受种种身，一一佛所清净供养，教化成就无量众生，于一一佛所得种种三昧门、种种陀罗尼门、种种神通门、种种辩才门、种种一切智门、种种法明门、种种智慧门，照种种十方海，入种种佛刹海，见种种诸佛海，清净成就增长广大，如于此劫中清净供养而所诸佛，于一切处一切世界海为成数劫，所有诸佛出心于世清净供养，听闻说法，信守护持，亦复如是，如是一切诸如来所皆悉修习此解脱门，复得无量解脱方便，尔时救护一切众生主业神，欲重宣此解脱意，即为善财而说颂言，
如以欢喜信要心，问此难思解脱法，我成如来勿念力，为汝宣说应听受，过去无边广大劫，过于刹海为成数，时有世界明宝光，其中有劫号善光，于此善光大劫中，一万如来初心事，我皆清净而供养，从其修学此解脱。时有王都名喜言，纵广宽平及疏利，杂业众生所居住，或心清净，或作恶。尔时有王名圣光，恒以正法欲群生，其王太子名善福，形体端正背众相。时有无量诸罪人，牺牲牢狱当受禄，太子尽以生悲悯，上起于王请宽宥。尔时诸城共国王，今此太子为王国，如是罪人应受禄，如何悉救令除免？时圣光王欲太子，汝救彼罪自当受。太子哀念请转身，是救众生无退却。时王夫人才女等俱来王所国王言，愿放太子半月中，不施众生做功德。时王闻已即听许，设大施会济贫乏，一切众生米不真，随有所求咸给予。如是半月日云满，太子救禄时将至，大众百千万亿人同时瞻仰具豪气，彼佛之众更将熟，而来此会化群身，显现神变大庄严，米不清净而恭敬。佛以一音方便说，法灯普照修多罗，无量众生亦柔软，悉蒙与受菩提记。善福太子生欢喜，发心无上正觉心，誓愿成事于如来，普为众生作衣处，遍及出家依佛住，修行一切种智道，尔时便得此解脱。大悲广济诸群生，于中止诸精劫海，地观诸法真实性，常于苦海救众生，如是修习菩提道，劫中所有诸佛现，悉皆成事无有余，咸以清净信解心，听闻持护所说法，赐予佛刹为成数，无量无边诸劫海，所有诸佛现世间，一一供养皆如是。我念往昔为太子，见诸众生在牢狱，誓愿舍身而救护，因其正此解脱门，今于佛刹为成数，广大劫海常修习，念念令其得增长，复获无边巧方便，彼中所有诸如来，我悉得见蒙开悟，令我增明此解脱，即以种种方便力
我于无量千亿劫，学此难思解脱门。诸佛法海无有边，我昔一时能普引，十方所有一切刹，其声普入无所碍。三世种种国土名，念念了之皆悉尽，三世所有诸佛海，一一明见尽无余，亦能示现其声相，普亦于彼如来所，又于十方一切刹，一切诸佛导师前，普欲一切庄严云，供养一切无上觉，又以无边大问海，祈请一切诸世尊，彼佛所欲妙法云，皆悉受持无忘失，又于十方无量刹，一切如来众会前，坐于众鸟庄严座，示现种种神通力，又于十方无量刹，示现种种诸神变，一生示现无量身，无量身中现一身，又于一一毛孔中，悉放无数大光明，各以种种巧方便，除灭众生烦恼火，又于一一毛孔中出现无量化生云，充满十方诸世界，普欲法语济群品，十方一切诸佛子，入此难思解脱门，悉经未来无量劫，安住修行菩萨行，随其心要未说法，令彼皆除邪见妄，是以天道即二圣，乃至如来一切智，一切众生受生处，示现无边种种身，悉同其类现众相，普应其心而说法。若有得此解脱门，则住无边功德海，譬如刹海围城树，不可思议无有量。善男子，我为至此教化众生，令生善根解脱门，如诸菩萨摩诃萨，超诸世间，现诸趣身，不住攀缘，无有障碍，了达一切诸法自性，善能观察一切诸法，得无我智，证无我法，教化调伏一切众生，恒无修习，心常安住无二法门，普入一切诸言辞海，我今云何能知能说，彼功德海，彼勇猛智，彼心行处，彼三昧境，彼解脱力。善男子，此阎浮提有一园林，名蓝毗尼，彼园有神，名妙德圆满。汝亦彼问菩萨云何修菩萨行，生如来家，为是光明，尽未来劫，而无厌倦。十善财童子顶礼其足，照无量匝，合掌瞻仰，辞退而去。